迎回到非凡大探索。接下来我们要带您造访这家获得台北米其林二星殊荣的中餐厅，主要料理以川洋菜还有苏杭面点为主。餐厅主厨很善于发挥创意，在传统当中蹦出新的滋味，像是这道改良自麻婆豆腐的鱼子烧豆腐，加进了鲤鱼卵拌炒，炒出来滋味香辣。很多老饕也特别推荐这里丰富的小菜，像这道讲究刀工的百叶豆腐丝，切到细如发丝，淋上鸡油还有酱汁，充满了豆香，吃了令人回味无穷。百叶豆腐细切成丝，展现利落刀工。川味麻婆豆腐加进粒粒分明的鲤鱼卵，升级为鱼子烧豆腐，香辣够味，很有层次。砂锅四成汤用料丰富，双层的猪肠略带嚼劲，猪肚选用肚尖部位，口感厚实，新鲜的白色芡实扎实松软，汤头喝起来温润回甘。从小菜到大菜，不拘泥于传统，突破原有框架，每道菜仿佛有了新生命。这家位于五星级饭店最高楼层的中餐厅，开放式的厨房卖的是川洋菜和苏杭面点，但吃进嘴里的更多是来自于主厨的创意，独树一格的口味更获得2018年台北米其林二星的殊荣。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客人。用心料理的背后，有着林菊伟一次又一次的试验。樱桃鸭腿用炒过的粗盐和青花椒腌制，他要做的是花椒油封樱桃鸭。因为我们川菜有卖香酥鸭，但是我们的香酥鸭是一整只，然后你如果说一个客人两个客人，他不可能点一只那么大只的鸭啊，就刚好有这个想法，然后就那时候他们西餐有一道油封鸭嘛，然后再下去做改良。蒸过之后的鸭腿跃入花椒油锅，香气才会足够，还得不停浇淋热油，就是要让它上色，因为怕底部那边会太老，因为表皮要有一点酥脆嘛，所以我就用淋油的。你如果一直泡在里面的话，它的肉那边会比较柴一点。控制在160度的油温，精准拿捏鸭腿熟度，香酥金黄的花椒油封樱桃鸭，肉质扎实不油腻，每一口都带有花椒的香麻，香气逼人。或是细切鸭腿肉包进荷叶饼里，吃起来更有饱足感。有别于传统的麻婆豆腐，林菊伟加进了鲤鱼卵。我们是选用3公斤以上的鲤，它的蛋比较多嘛，因为我们会放一半生的，一半熟的。因为它这样吃起来，它的口感会比较不一样，比较有层次吧。边炒，然后辣椒酱要边下，然后要炒到它的香味出来，对，我们才能下鸡汤下豆腐。控制火候，掌握下锅顺序。拥有30年餐饮经验的林菊伟，是这次米其林二星跟三星得主中唯一一位的台湾籍主厨。他说，小时候不爱读书。国中毕业后就进入饭店当学徒，学徒就是从早忙到晚，就是做一些杂事啊，慢慢这样累积上来，可能你学徒做个1年多，然后才慢慢有办法去接触到炒的东西。慢慢学习，琢磨技巧，现在的他练就一身扎实的手艺。色泽艳红的鱼子烧豆腐，保留川菜的麻辣鲜香，却多了鱼卵鲜甜的口感。搭配软嫩的豆腐，咸香的滋味相当下饭。我觉得非常棒，就是它是有一点辣度，然后辣起来是就是不会觉得很不舒服，是很舒服的。然后那个鱼子啊，它有一点就是增加了它的口感。林菊伟36岁当上主厨，回首餐饮路上，难免有职业倦怠的时候。像一开始我那时候还没当主厨的时候，我也是做一做我就不想做了，然后就去休息一下，再去想一下说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找回自己的初衷，重新投入热情，他试着从菜色中变化心意。因为百叶豆腐它就是一整块，哎，你外面吃它就是会切一块一块的，这样没有像这样切丝的，也不能薄到太薄，因为它这个要蒸过嘛，你薄到太薄的话它会全部都粘在一起。
淋上鸡油和自己调的酱油，刀工细腻的百叶豆腐丝，每一条几乎粗细一致，入口滑顺 Q 弹。最后还蛮惊讶，就是这边的师傅刀工其实都还蛮厉害的，切得还蛮细的。林居伟的创意点子源源不绝，他还端出泡椒皮蛋。泡椒是因为我们花莲那边有那个剥皮辣椒，然后就有一次跟皮蛋结合在一起，吃起来口感还不错，然后就是在那边试做，因为皮蛋它比较软，比较不好包。经过反复测试，穿上泡椒外衣的皮蛋，泡椒的爽脆融合皮蛋的滑润，微辣的滋味一点儿都没有违和感。这里的菜色选择多元，还能吃到台式古早味，麻油鸡饭，酒香混着麻油香，超级诱人，覆盖着满满鸡肉，料多又实在。鲜嫩的鸡肉吃起来不会干涩，或者米饭一起吃，一点也不油腻。菜色很好，然后气氛很棒之外，我觉得这边的服务也还蛮优质的，所以就是真的是实至名归，可以得到米其林二星。对林菊伟来说，米其林二星的光环是压力也是动力。当下是有嫩了一下啦，啊，可是就是非常开心，压力是一定会很大，就是我们现在出餐的品质就是要比之前要更严格把关。客人花钱来这边吃饭，你就是要给客人最好的。坚持品质做到最好，期许自己和团队不断的进步，料理出创新的滋味。